搞错了，再来。我出门了，你们好好看家。男生带妹子打球。大魔王带妹子打球。面对疾风吧。一起来玩啊，大魔王。少年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必是武学奇才。我只有几本秘籍，定能助你升职加薪，英俊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。借我看看啊！快还给我！独孤九剑，精忠照，不赖啊！哎，这本适合你，适合你妹啊！哎呀，今天我放你们一马！多谢少侠相救，作为报答，让我为你们打造兵器吧。什么都能造？都能造。我去，还真的什么都能造啊！少侠可还满意？满意满意，五星好评哦。嗯，武林大会。K.O. 500年前，邪神蚩尤降临神州大地，与毁灭三界。什么情况？在我的地盘也敢撒野？横扫千军，三界大战蚩尤的故事结束了，而少侠们的西游之路才刚刚开始。
是不是玩不起？欺负几个小娃娃也不害臊？我来给你们画几个外援。夫人，我掩护，你快走。大王加油哦，么么哒。闪得真快。小鬼拿！还等什么呢？快出评论区的传送门，一起加入我们吧！大福禄杰，婚后福利拿哦。想开溜啊，给我扫干净了，不然哪儿也别想去。我太难了。我叫希望，今天是我的舞台首秀。那是什么造型，也太土了吧。是啊，快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希望你可以的，加油。哎呦，不错哦。我是五六七，莫名其妙闯入这个火柴人的世界，干掉你就能提升我的江湖榜排名了。Yeah, 喂喂喂，你们搞错了吧？我只是一个路人而已啊！接招！哦，给你换个发型，很适合你哦，靓仔。嗯？哎呀！这是什么？咦？人都去哪儿了？全跑了！你开挂谁和你玩啊？可规则没限制武器啊。咦，这是斯坦国的科技？你们也是穿越者？不错嘛，这么强的火力枪竟然毫发无损。哼，这种程度就想伤我？总之，拿到排行榜第一就能回到我的世界了。先打赢我们再说吧。以气制邪灵，去吧，剑灵。